好不定中期里面周文登为台电退休了后，佫自行创业，而且做了真成功。因为感谢刘妈妈过去受到向单位协助，经过家庭会议了后，最后决定捐赠救灾勘察车，予好尾消防分队使用。恁大家拢无爱听到救护声啦，啊嘛，大家希望去听到救护声啦，是啊无爱。你听到代表讲啥？都有人发生代志啊！啊，无爱你听到，希望听到啦，来啊！哦，所以无形中，这个119，这个名字，这个单位已经已经讲是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守护神同款。关键一切当中，周文登知影，福林技校正伫训练要参加全国技校技能比赛，需要新的装备，同时佫另外关键一只班，予技校全款使用。即个月是要利用遐技校吼，即个运动单位嘛，那么就总经理呢，刚刚嘛关于十万的时候来赞助的时候，予咱个技校总队，予我队是吼去遐，予大家去咱训练呢，也尽出上大的努力。救灾勘察车使用率真高，过去拢是采用救护车提来了后，才改做勘察车。有一台全新的车辆通使用，这对后尾消防队来讲是一个大大进步。管理员黄凯嘛特别真来滴。真感谢哦，咱周董事长哦，周总经理哦，啊，佮伊个厝个安尼吼，对咱这个消防局吼的关心吼，的付出哦，因为咱屯龙关像拄啊秘书长讲的哦，咱屯龙关都资源较欠缺啦。哦，算农业官，他上官，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当然呢，与咱分龙官，然后做这工课，吼，嘛是算起来算一个抛砖引玉啊。这场关键仪式的周文登的家族嘛前来观礼，一家伙啊诚心热情，受到在场人士大力的肯定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